好，那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哦。一般像我们如果在做室内设计，有时候其实我们看看它这个是不是就是好像从房间这样看穿过去，外面是不是有个风景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呢，其实你稍微看一下，其实它就是在外面放一个什么，用一个墙壁也可以，有没有？啊，你如果反正我们只从室内看出去嘛，没有从户外看进来嘛，那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，有没有？哎，其实我们那个很多建筑都这样。那这里呢，可以直接做给你做互动哈、哦。那么，如果你对这个模型有兴趣，你可以到我们上面这边。我记得我有放，下载下来。多益有没有？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拖得动。哇，这边好像拖不太动，有啦，有在动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往后退，滚轮往后退，这样有没有跑到房子外面来？这样了解了哈。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，就是如果说，哎，我只是要，哦，室内看出去就很漂亮，有没有？很多广告不是都这样吗？哦，view 多好，有没有？如果万一你租房子，外面 view 不好，自己就在外面贴一个那个就好了吧？哎，你每天都可以看到，很漂亮的风景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那至于说怎么把那个模型加到我们的那个，所以我们 3D，待会再跟各位做介绍哈。来，还给你。